上古，上古，我有一桩心事，藏在心里很久很久了。画本上总说，郎才女貌，自是一眼万年。我所中之人，名唤上古，正好是这三界出身。世间生灵，我便为他活下三界；他若能救出凡生，我便为他抵挡八荒。三界之火，不过一时间，因我而起，我住在世间万年，当承担后果，以身应劫，拯救众生。三界就托付给你了。不想看。